同学们好，大家好，欢迎参加我们的汉语课堂。我是来自佛得角大学孔子学院的孔晴晴。从今天开始，我将和大家一起学习汉语，你们可以叫我晴晴老师。今天是第一课，我们将学习汉语语音。我们的汉语语音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汉语拼音，第二部分汉语的声母，第三部分汉语的韵母，最后我们还会做一些小练习。你们知道用汉语怎么说欧拉吗？那你们知道怎么写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是两个汉字，你好。如果你不会读，可以看拼音，拼音，拼音，这一部分是拼音，你好，你好。那这一部分是什么呢？它叫汉字，汉字，它们是汉字，它们是拼音。那拼音 n n 是声母， i i 是韵母，声调你你是声调，是声调 n h 是声母， i a是韵母，你好是声调。那什么是声母呢？声母都有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n i 加上声调，它们三部分组成了拼音。h a 加上声调，一起组成了好。它们一起组成了拼音。拼音有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声母，声母，跟我读，跟我读，波波，注意我的嘴型，波波，上下波。第二个坡，一样的啊，坡坡，波坡，这个摸摸，上下摸摸。 OK， 第四个佛，牙齿和嘴唇，佛佛佛。 OK， 下一个的的的，你的舌头抵住你的牙齿，的的的。下一个 t same position， t t n same n n l l， 它们是一组 d t n l。OK， 下一个歌歌歌 k k k， 喝喝，你好，喝喝，好好，你好。鸡鸡，舌头，鸡鸡鸡，七七七，西西西，吱 ，OK， 舌头，吱吱吱 ，here， 吱 ，and。吃吃
吃吃诗诗日日知吃诗日知吃诗日下一个滋 OK 滋知滋知滋知滋呲呲吃呲吃呲诗按的诗诗诗诗诗 OK 我们再一起读一遍波坡摸佛的特呢了哥科喝鸡七西知吃诗日滋呲思你们记住了吗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什么是声母呢这个是声母吗呢呢这个是声母这个是声母吗呵呵呢呵它们是声母声母那我们在这里找一下哪个是呢哪个是呵你们发现了吗呢在哪里呵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来找一下哪一个是呢呢这个这个还是这个哦呢呢在这里呢呢你好呵呵在哪里呵在这里你好你好这里是声母接下来呢我们来学习韵母汉语的韵母一共有35个分为3部分第一部分是单韵母第二部分是复韵母第三部分是复合三韵母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OK Open your mouth 啊啊啊 Happy 啊啊窝窝呃呃一一一一呜呜呜这个有点难吁呜吁这里 I I I O O O A A A E and A E A 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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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U A U A Wa Wa吁吁呃吁呃约约约嗷啊哦嗷嗷耶耶呜 and 窝呜窝呜窝窝窝一 o 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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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ok y y u i y y
一凹腰腰乌 a 微微一安烟烟安安翁翁翁恩恩音音弯弯冤冤冤昂昂昂昂翁昂嗯嗯嗯央央央温温晕晕阴阴阴汪汪汪一翁拥拥拥乌嗯嗡嗡，好，现在大家跟我一起读，啊，窝，呃，一，乌，吁，哎，欧 ，a。呀哇约凹耶窝优歪腰烟威安翁恩音弯冤昂嗯音温晕音汪拥翁你学会了吗？好，接下来我们进行下面的部分。这个是什么？你找到了吗？我们说你好，你好。这个是一，一，你，你。这个是什么？还记得吗？凹，凹，好，好，你好，你好。这个是你好当中出现的韵母，你好，你好。现在呢，我们已经知道了呢和呵是声母，一和啊是韵母。那如果我读，你可以找到我读的是什么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做练习吧。现在我读，你找，请听，第一个，呢，呢，呢在哪里？呢，这个是呢，你好，你好，呢，呢，很好。第二个，第二个，第二个，西，西，西在哪里？鸡。七西，这个是西，西好。第三个，第三个，喝，喝，喝，歌，科，喝，喝在这里。好，好，你好，你好，嗯，非常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找一下韵母。这个有点难，大家看一下，请听，请听 ，i，i，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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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个？这一个。I I 下一个。腰腰腰在哪里？一凹腰腰。第三个。乌恩温温乌恩温温乌乌乌乌恩乌恩温，非常好。我相信现在大家都已经记住声母和韵母了。那我们来一起写一写，写一写，我读你们写。好，我们一起来写一写。第一个 b a ba b a ba j i o 教教，写一下，写一下 j i o教思一思 for a 飞飞的 a 的的 t on 汤汤 n u nu nu l a l l。 同学们，你们学会了吗？同学们，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儿。今天我们学习了汉语拼音，学习了汉语的声母和韵母，你们都记住了吗？同学们，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儿。非常感谢你们学汉语。现在是疫情期间，大家平时要注意戴口罩，注意消毒、洗手和个人防护。非常期待你们下次继续来到汉语课，谢谢大家，再见。